开心锤锤对战蜘蛛侠，究竟谁更强？一边是锤星的最强开挂能手锤锤，一边是漫威中基因突变的蜘蛛侠，两位都是超能力的拥有者，究竟谁更胜一筹？支持蜘蛛侠的扣一，支持锤锤的扣二。首先先看他们的武力值来源，蜘蛛侠在高楼大厦间穿梭的蛛丝是强度最高的一种，实际上按比例来算，蛛丝的牵引力甚至比钢还要坚韧，是漫威世界绝对的实力者。而锤锤则是名副其实的挂王，不仅可以凭借超强外挂打遍锤星无敌手，而且只要遇到危险，他就可以变身各种形态，拥有超强的运气和实力。其次，在力量方面，蜘蛛侠的力量主要依靠臂力，他可以徒手拽住正在分裂的游轮，还可以拉停一辆正在高速行驶中的列车，甚至能单手接住冬兵震惊麒麟臂。在官方设定中，他可以举起15到20吨的重物，力量方面可谓是碾压式的力量王者。而锤锤虽然没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力量，但是赢在了可以随意穿梭时间。即使你力量再强大，只要使出时空穿梭，蜘蛛侠根本找不到锤锤到底藏在哪里。而锤锤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变身成为任何想要的形态，每一个形态都拥有无敌的实力，直接占领了战斗的主动权。可是锤锤也不甘心就这么躲着，虽然他外挂开到满级，但还是很有研发精神的，自己研发了最强幻术灵魂升天，可以迷惑敌人，一招制敌。不过蜘蛛侠也拥有超强的感应能力，可以通过空气中细微的震动来获取信息，甚至还拥有一目千里的能力，能够轻松感知周围的一切危险。所以只要锤锤和他同出一个时空，蜘蛛侠就能快速感应到他的存在。只见锤锤使出钢气护体，就连死神也拿他没办法，随后一招龟派气功瞬间秒杀周围的一切生物。这时蜘蛛侠也开启大招一击必杀技能，超强的高科技外衣让蜘蛛侠也拥有了无敌外挂，但是这一切都被锤锤了然于心。锤锤已经接近了全知全能的状态，开启服务器之主的形态，直接站在了食物链顶端，藐视一切敌人。综合以上对比，即使蜘蛛侠拼尽全力，也终究是普通人类利用神力的战斗，还是不敌锤锤已经接近于神的最强挂王的实力，所以这一波锤锤完胜。好了，大家还有哪些想看到的对战名场面，评论区里告诉我哦。